朝鲜的大学教育是什么样的？日前，中新社记者受邀到金日成综合大学采访，与朝鲜最高学府近距离接触。有72年历史的金日成综合大学位于平壤市大城区的龙南山山路。记者来到校园的时候，正赶上学生放暑假，校园内比较安静，偶尔能够看见一两个穿白色衬衫的大学生匆匆走过。在大学的电子图书馆，几名大学生正在电脑前学习，有学生聚在一起小声地讨论着问题，不时有人来到阅览室的门口向管理员递上阅览证。在校方人士的陪同下，记者参观了几间多媒体教室，这些教室里有着整齐的座椅、成排的电脑，室内干净整洁，液晶显示屏等电子教学设备看起来都很新。记者看到一台开机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着 Windows XP 的系统。教室内偶尔能够见到学生在角落里学习，有的并没有打开电脑，只是把这里当作自习室。面对记者的提问，学生显得比较腼腆。据校方人士介绍，正常上课期间，学生们的学习生活非常丰富。학생들은자기그소질과희망에따라서그마음껏자기그학풍을하고있습니다실례로서오전에는강의를 대체로오전에강의를진행하고오후에는여러가지과학인도서주활동에참가합니다그러니까선생님들과함께교원들과함께여러가지생산현장에나가서연구사업도진행하고여기서해당서주에들어가서과학자기그자질을높이기위한연구사업도하고이거학습도하고그다음에도서관에도가고수영관에도갑니다이제가서수영관보시겠는지모르겠는데수영관도하고이렇게하고또운동장에서운동도합니다이렇게해서자기그소질에따라서그말하자면모든것을자기학분들을하고있습니다记者随后来到游泳馆，与阅览室的冷清相比，这里人声鼎沸，男女大学生们身着泳衣在泳池里戏水，不时有人从跳台上一跃而下跳入水中。校方人士称，这里是朝鲜最好的游泳馆，有国际标准泳道，长50米，跳水池深5米，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可以免费游泳。在金日成综合大学，游泳和足球、排球一样，都是在大学生中比较受欢迎的运动项目。원래그축구를좋아합니다축구를좋아하고그다음에배구를좋아하고농구는좋아하는데조금지금날씨가무더울때는육체부담이있으니까농구는좀피하고배구그다음에종축구그축구미치광이들은축구에미친사람들은이제축구를하고또그다음에수영하고분사람은수영합니다그러니까지금같은때는수영이제일많습니다校方人士称，游泳馆、电子图书馆是金日成综合大学最伟大的校友金正日同志在2009年至2011年送给学校的两件礼物。谈起学生的日常生活，金志宪表示，学生们的伙食不错，而且免费。우리위대한장군님께서우리학생들에게그매일점심에그고기교빵보셨습니까고기교빵 예, 예고기교빵을이제배려해주셔서학생들이점심에이제그빵과그다음에그단물그다음에그이건그고기식사를진행하고있습니다金日成综合大学创立于1946年10月1号，目前有教师6000名，学生20000多人。学校有8个学院、36个系。朝鲜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毕业于这所学校，很多技术骨干和模范先进人物也是该校毕业生。金日成综合大学也因此被称为朝鲜的干部基地、人才摇篮。朝鲜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也曾在这里学习。学校的革命历史陈列馆里珍藏着他曾经穿过的校服、用过的桌椅，以及大学期间读过的书籍。记者仔细浏览了一下，发现除了金日成的讲话文章之外，还有《三国演义》《孙子兵法》《资本论》《战争与和平》和《朝鲜文化史》等。如今，金日成综合大学的教育条件和教育环境在朝鲜达到最高水平，也有来自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在此学习。유학생들이우리이제많이와서공부하고있습니다공부하는데중국러시아그다음에그몽골라오스웬남을비롯해서많은나라에서오고있는데그중국에서온유학생실습생들이기본입니다그래서제가복원되는것도 70-80% 겨우고있고또제가한때중국유학생들이랑강의도했습니다우리나라에는중국유학생들이다이렇게그뭐랄까수준은차이납니다일정하게다자기등급은있습니다잘하는학생도있고좀약한학생도있고그러나전반적으로배우려고하는
이우리대학에와서열심히배우려고하는그요리는다높고그리고그성품도온화하고생활도비교적다괜찮게했다고생각합니다